感情进步神速。郭书瑶大喊我愿意收下戒指。网民要结婚了。台湾艺人郭书瑶瑶瑶童颜巨乳在刚出道就爆红，近几年她转身变成演员，在2013年金马奖凭着自己的实力夺得最佳新演员奖，努力得到的成果让瑶瑶在演艺事业上大进步。但最近却传来瑶瑶要结婚了。先前因拍摄电视剧《上西丽正我爱你》和小六岁的王以伦擦出爱火，没想到恋情曝光隔三个月，他突然在一晒出戒指照，还甜蜜写下我愿意，令众人乍看之下还以为女神有好消息了。在一晒出一张戒指照并发文 DS 一度亲爱的我愿意文末，他更在备注中接连写下很谢谢你，我会永远爱你，粉丝纷纷留言惊呼好甜哦，你要结婚了吗？不过不少眼尖的网民发现在照片其实还 tag 了一个人，发现并非男友王以伦，而是他就好朋友丫头詹子晴。在瑶瑶晒出的手写信中，虽然内容全被打上马赛克，但署名清楚写着宝贝，显见姊妹俩感情相当好。